和高中女神成为同事，她母亲在公司大闹一场。小李子马上要到了，今天你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我告诉你，东西我都带来了，你要是不去的话，我今天就住在公司，我就不走了。妈，我跟你说多少次了，我的事不用你管。你说是什么话？你是我女儿，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这么多年我供你吃供你喝供你穿供你住，你说不去不去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是你妈，你就得听我的。哎呀妈，有了好日子你自己怎么不嫁过去？姐，你说什么话啊？锦衣玉食的日子你不过，你在这破公司上班，你还跟我哭穷？我要知道你现在这样，我当时就应该把你掐死。我恨不得你早就弄死我。你哎呀，怎么又是你啊？哈，滚一边去啊！我家事你别管啊。没事吗？没事，走吧。你以为我愿意管你的事儿啊？要不是你爸，这么多年了，你除了拿我爸睡压我，你还有别的招数吗？你既然这么恨我，你就打死我算了。你还真是假惺惺，我有成功什么？反正命都是你给的，你先收回去。姐，你，我先把妈送过去，打扰你了。我车上有纸。